我什么都喜欢打，抓起来就好啦。给我会我想刚刚差点给他右键呢，然后没有，你要看是什么仙人掌哦，动都不动那个只是一般的仙人掌吧。动都不动的那个就是会有伤害的，会到处乱跑的那个是没有伤害的。啊？你是相反的？啊？啊？你，有一个有两个小仙人掌会地图上到处跑，一个区域里面到处跑。嘿，啊，有一个是比较大只的，大概到你的膝盖左右的那个会有伤害。我的任务是不是我的任务对象是不是死掉啊？没有啊，那你鱼死龙，掉，你死掉就结束了你。对啊，我们打死的是土沙龙跟吃火龙。忘记拍照，哎呀。我要去找鱼龙，鱼，走啊！鲤鱼龙在底下，我来啦！鲤鱼龙快死贪图鱼，贪了！图鱼，贪图鱼，贪图鱼！啊！你怎么掉在上面？我家狗好生气哦！今天我去厕所。哦，我们就掉在这吧。荡秋千哦，然后这样就走过去了。什么东西？你看后面啊，你看你头上是怎样？你们在干嘛？他这前面树那边还有一只可以掉哎、欸。啊，走走走。就是我是告他大便，我就在上面看就好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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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一直告他大便你啦。我们会不会要冲下来啊？会啊会啊！我再上去，我再上去。笑死！他嘴跳上来撞人。是不是又要来啦？是。没事，冲下回。好了，帮你打一点的。走喽。打一点，然后直接打死。打一点，直接没了。可是打一点就结束，应该也没有到。对啊，前面已经打很多了吧？哦，我这把武器是之前那个打那只很多阶段那只龙，刷了。炫辉，鱼龙的鳞，鱼龙的甲壳，鱼龙的甲壳。还没有叮一声，应该都是没有啊！干，那是啊，可是他刚叮了三声哎，有手枪，只要你手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摸一摸，叮，然后站起来那种啊！哇塞，鱼龙，鱼龙的打扁，我获得鱼龙的打扁了。所以杰克会用双刀吗？会啊。然后就其实双刀真的很无脑，就是也不用怎么操作，就是进去的话挥挥挥挥挥挥挥而已啊。我挥一挥死，结果我就死了啊！你还是要注意龙的动作啊。我是看他就是有时候我挥下去，结果他已经撞过来了。你要不要测试一下、啊？我觉得你不会玩的是，你不会看龙的动作，下一秒要干嘛？对啊，我不会。你玩弓主要是因为你站远远的，就不用去注意在他那个，但是你还是要去看他动作在干嘛。也不是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弓，因为弓不是会滑步吗？然后我就是我看龙有动静的，我就滑。就乱滑、啊。其他武器也是一样的意思啊，他有动作你就是躲啊。
我也不知道为啥哎、欸，我就觉得用弓看的比较清楚。没有，你站在后面啊？真的吗？我们要不要来训练一下、啊？怎么训练？怎么训练？活动里面有两只大熊柴哦。要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开一个、啊，我知道大胸彩龙不能练到什么哎、欸，加油！嗯，如果你觉得近战你不好闪的话，拿那个吧，长枪或是筒枪，你有个大盾牌，你可以举着盾去攻击。真的？是不是按 Ctrl 吗？还是按右键就好？啊、对，要按 Ctrl， 那他完蛋了、啊。哦，那不行。你是 Ctrl 是用什么？小拇指去按是不是？我用我小拇指按不到，我用按大，我要大拇指。啊、小拇啊，哇，看错大拇指，反了吧？你小拇指比大拇指长哦，短哦。没有啦，因为我这个动作过来，我手有点抽筋了。我是用直接用手掌去压那扛，我用手掌哎、欸，对耶，好聪明哦、喔。为什么手掌压就快啊？哎、欸，你们好聪明哦、喔。就手掌去，因为它最边边，你只要压边边压下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们好聪明。天哪、啊！我是按得到啊，只是没想那么多啊。我是都用手掌压、啊。奇怪，总有第二只天牛很怪。天牛？虫啊！我现在是干嘛？承接雷电奔走的飞雷龙。有、哦、了，飞雷龙，恭喜你！我去打他。你说怎么枪啊？冲枪，可是你装备先做一下吧，不然那个都低阶装了。哦，好，那我矿石啊，矿石装。有人请客，那我要去。枪或冲枪都可以。我要去拿哪把？枪或冲枪，我先去。冲枪是要用子弹的啊、哦。它子弹是无限的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冲枪啊，我先来做装备。看你要用哪一种？生产装备、防具、骨质。我现在不就用骨质的吗？猎人、凶暴龙、尼龙鱼。尼龙鱼。尼鱼龙。啊、哦，不是尼鱼。尼鱼龙。你知道尼鱼龙是哪一只吗？是刚刚那只。你有看到、哦？有。你不是泥鳅啦。泥鳅。我可以做紫火龙的铠甲。太多余了。哎、欸，要做什么呀？随便做吗？你现在就先看哪个防御力高，先做吧。你是要做武器还是做防御啊？防先做防御啊。嗯。你就先看哪个防御力高，先做，之后再去配装备啊。嗯，哦好，这个，走开哦，龙虾你走开哦，不然要吃虾子哦。好，好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我要厕所了，叭，怎样？就杰克要来啊，挥两圈，我就离开了。尼鱼龙的头盔真的是蛮丑的呢。他今天按了几下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左右一摘，我一下都没有按。哪里？好不好再试？如果我们两个都不按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嗯，那我们两个都不要按。好。我真是头爆了！你出了翻哦，两个一起翻！哎、欸，这什么超自然力量啊！好恐怖哦！再一次，两个都不按了、哦，什么超自然力量？哦，披风哪来的、哦？披风是赞助那个啊 ，Optify 的，你是说麦块吗？对啊 ，Optify 啊。按滚啊！跟我抢，超酷的，怎么弹的啊？哎、欸，长枪啊！
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对啊，长枪是可以试看看长枪，内建有跑速，可以开火车。哇！他有一招就是直接举着枪然后往前冲。还有冲枪是不是？冲枪就是有火药的。嗯，看他先玩哪一种，反正没动是，你看觉得哪一种，哪一种最爽？你觉得最适用那样子？绝对不会是弓箭，相信我。弓箭你要玩到很后面，真的才有一点输出。对，嗯，把你一路上都爬得很累。跟你讲，而且你前面也要先熟悉魔物的动作，你玩弓箭也觉得还好吧？好吧，那我知道了，长枪，我们未来再见。不是长枪，弓箭，弓箭，我们未来再见。我来吃饭。哎，我刚要干嘛？我做装备，做完了，吃饭。有锅烧哎。那个就是可以把生肉变成熟肉啊。我忘记全弹射击怎么用了、欸。就是把所有的子弹打掉那个冲枪的，我没研究。冲枪。你是说在陆地上地站在地下的时候吗？就是把子弹都花光啊。它有两种方式啊，往下打，然后直接把子弹打光那个。往下打之后，你按弓，就是你普通的开枪键。我的是应该是你们的右键吧，因为我是腰杆啊，应该是你们右键。他打往下打地板之后，按一下右键。他就把全部的小子弹打掉。看他们煮饭，我好饿啊！你先，左右键同时按，他不是往上勾，嗯，然后再按左键，他不是往下打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对，所以我好了，左右同时按，然后左键，然后右键，他就把全部子弹打出去了。我要冲了。嗯。我要去调查据点。什么？你现在要去哪？我要去大乙种荒地哦。哦，有了。全弹射击。全弹射击完之后，再左键两次。哦，我没接，忘了接任务。它是一个连段。哦，是这样。它要把你身上的那个可以打出去的东西全部打掉。嗯，这次一看就知道捡箱子之后没有打的啊。哦，有 ，OK， 是这样。因为我之前有配那个，这装备。哦，外面的人一直放鞭炮。枪王的装备，反正没听到鞭炮声。外面一直放，外面鞭炮很小声，可是我家狗听到了，它就一直吠。冲人斧不太会玩，没有常玩。之前有玩了、啊，但是已经忘记了。我来喽！是之前都玩斩击斧啊，然后一直斩击斧跟冲人斧有啊，斩击斧跟冲人斧我都有玩，但是冲人斧会更复杂一点，因为他还要把你的盾冲人啊，还要什么万就接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对啊。万劫法术还没有准备好，我需要。这是猪吗？我突然死掉了。背上长青苔的猪。菌猪。不可以抓。卖萌的武器。那个可以杀。那也是材料哦。啊，真假的？我要回去打，我要回去打他。那我拿长枪好了。猪，到我肚子里来吧。猪怎么不见了？卖萌武器，卖萌武器哦、喔，卖萌武器，特别就那个吗？小黑，手上拿小黑鸡啊？没有，卖萌就是隐月手上拿的，就是卖萌武器。哇、哦！好哦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那你说可爱一点的武器的话，像那个吧，双刀里面有一个棉刀啊，对吧、啊？我刚刚说那把棉刀。毒蔓草是啥？砍了它会流出毒液，
然后你踩在上面你会中毒。对，还好绕子闪得快。看你是不是都乱摸之后才没问。先摸了再。先捅了说会痛吗？那改天会不会那种去哪边玩，然后按那个按钮都给他先按下去說，说这按钮是干嘛的啊？哦，我刚刚按了哎、欸，然后就靠天花板再慢慢下降。啊，密室逃脱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不能跟他玩。欸、他都看到什么都不会回报了。说到密室逃脱，上一次才是那个，真的是。对，上次跟酱油去玩密室逃脱啊，你们知道吗？酱油看到一个东西重要线索，在前面看了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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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们再找半天，找半天找不到。对。然后我想说，这后来看到酱油，看到哎、欸、在这里啊，对啊，我刚那边看了看了好久，然后酱油都没有说，还要解释他，超气，我以为那个梯，嗯，长江要怎么弄啊？左右键同时按，你先让我们进去才比较好教你吧，因为我现在被怪打、啊，跑去啊，就左键一定是打怪嘛，就戳啊，你们举盾是按哪一个啊？扛错，那就是举着盾，然后一直按左键攻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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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击就好了。是吗？他真的是没什么，他真的是没什么招式可以用。然后你举着盾的时候，你按左右键，你就会冲出去了。